2020年疫情的到来令各行各业按下暂停键，房地产行业也不例外。随着疫情的逐步稳定，秦澳合作更加密切，楼市环境又将迎来怎样的改变？本期变化中的横琴邀请中原澳门及横琴地产董事何兆恒做客节目，为您解读秦澳楼市的最新动态。更多精彩敬请留意6月21日周日晚7:30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节目变化中的横琴。